这北方人南方人不一样，北方我去北方我说你好啊，他们的回答就是哇中文说这么好。南方人不一样，我去南方我说你好，他们说哇你的普通话很标准。但都是南方人说的，所以哇你的普通话很标准。哎说的我们的很标准。他是丁广泉丁先生学生。